非常多精彩的表演，而且呢，也有很多的雷米老师的原著的粉丝纷纷在网上表达说，这部电影还原了他们心目当中城市之光，还原了这里面所有角色最完美的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把首映礼的第二站放到了上海，听在上海的观众对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个感受。我们接下来呢就直接开始哈，但是在这之前要跟现场各位美女老师说一声，咱们稍微呢还是给后面的这个观众一点空间，让他们多看一下台上舞台上的这个演员。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微博话题，跟各位观众先讲一下。现在呢，网上有一个微博话题一直在进行当中，就是《心理罪之城市之光》，我们的电影的名字，前后双井号键。今天看完电影之后，特别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帮我们写一点影评，发在微博上，加上这个话题，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另外呢，猫眼豆瓣也正式欢迎大家写影评的时候，因为我们是12月22号上映，在上映之前呢，作为首批观影的观众，作为点映的观众，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包括今天见面会的所有的画面，大家也可以发布到微博当中。但是如果有拍摄小视频或者是片段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就稍微留一下自己欣赏就好了，就不要发到网上了哈。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有请我们各位演员登场，有请邓超、刘诗诗、阮经天、文琪，还有我们的导演，来，徐金庄导演，一起有请到台上来。好，欢迎各位，欢迎。好 ，OK。邓超导演。等一下哈，等一下，超哥呢？文琪。超哥在上厕所。这样我们这样子，我们请工作人员麻烦帮我们找一下超哥，因为超哥经常会尿急，所以也许去上厕所了，还是在人群当中没有站出来，是不是？是在观众席吗？我们麻烦工作人员帮我们找一下。来，我们展开寻找超哥的活动，看看身边有没有超哥。哇塞！哇！哇塞！超哥怎么？这是怎么干嘛？你拿刀来剪刀呢？这样子出场，超哥今天这样子出场，说他要说话，不给，因为超哥今天这样出场是有原因的。小天，你拿着你的话筒，我们谁都不能理他，不能理他，他是自己作的。刚刚工作人员说超哥有发一条微博，说因为《城市之光》去路演，他到处被人摔，被男人摔就算了，还被女孩摔。然后摔得到处就是你知道有点稍微有点没面子。然后昨天首映礼的时候，然后吴京导演也到现场来了，然后黄渤也来了，都摔他，所以他说他再也不参加城市之光的宣传活动了。所以给绑来了。今天本来准备回家睡觉陪老婆孩子了，然后被我们穿上礼服绑来了。超哥合同已经签了，你敢不来现场宣传？不给他话筒。你就这样说。你不给我话筒，后面观众听不见。而且你在这方面情商太低了。说电影你喜欢吗？我投诉发行方对我们这个举止，我非常的生气。从今天起，我郑重地宣布，你们明天
抓都抓不到我。明天你们是广州对吗？对，你们绝对看不到我的身影。放开我！不是超哥，我们不管明天你们来不来，今天你得嫖好了这个啊。我在头一回看人嘴里塞毛巾话还那么多，没看过。小天，小天，我生气啊！你看见你兄弟了是不是？小天，你跟我生气啊？导演、文职，呵呵，能救我吗？哎，你好厉害！你塞成这样，居然我也听懂你在说什么。你看塞得更行也可以。那个我们那个什么，超哥怎么了？下一个。下一个，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你这个可以拿下来，因为呢，反正你都会自己拿下来，但是你这个绳子是自己无法解开的哈。我们今天这样子，除了你之外呢，我们现场还有这么多演员在呢，所以我们呢就先不管你。你就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因为你已经不准备参加宣传活动了，对吧？所以我们也就不带你玩，我们就自己聊你自己的好吗？行。问在场有没有好心的女士给我一支唇膏？嘴巴已经裂了，简直。对，给我一支好吗？别吵，你们有什么来？真的要啊？我能一下给你收十几个上来？收十几个，我就想全部给我老婆。让小天出吧，小天出吧，要不然。对，都是用嘴出的。你不会像郭京飞那个油腻中年男人一样。来，谁出？你出吧，小天你出吧。我不行。文琪给爸爸涂上。文琪，爸爸他不吃味儿。好。我有那么可怕吗？涂个唇油而已，真的，已经嘴唇干裂到失血过多了。为什么刷到尾牙上？文杰，你把涂完再给爸爸塞上吧。好，这样哈，我们今天超哥就这样上来了，我们就把这个游戏玩到底。我们就把这个游戏玩到底，别让他说话。对，因为接下来他真不能说话，我们要让台下的观众说，超哥，你有朋友来了，你知道吗？这个今天不可能，他这儿。他那花马地主，他跟天娥在一块拍戏呢。他们今天特别从苏州来了，陈哥。陈哥，来上台上来。你不拍戏了吗？哎呦喂，元哥。他们俩不是在拍戏吗？你不是没有时间吗？专门从苏州赶过来的。专门从苏州赶过来的。而且他们看到你现在这样，特别的开心。Hello。哎，你看，完全不管你了。谢谢。听说来的都可以拍邓超是吗？是的，是的。哎，谁呀？等一下，有专门的环节啊，超哥来塞好了，塞好了，塞好了啊！超哥，我不会上过你吧？好开心！好兄弟！来，我们三位大佬啊，站在我们的演员中间，我们请往前一步走，往前一步走啊！我们别管超哥，别管超哥，就当他不存在啊！他说了，今天就是我们城市之光的小彩旗啊，就在现场啊，这是一个吉祥物的存在。这样，来这儿看着，我们先给诗诗。来，这样子，我们先请诗诗，这个还没正式跟大家问好呢啊，你别管前面人，别管他，诗诗，你就当他不存在，跟大家问个好。超哥，这是你听着很漂亮。好，欢迎诗诗，然后小天跟大家正式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阮天，然后在电影里面饰演的是江亚。哇哦！好，还有文琪。嗨，大家好，我是文琪，在电影剧对《之城市之光》里面饰演赵阳。好，欢迎文琪，我们的导演。大家好，我是这部戏的编剧和导演玉州。哇！你今天画画了你？超哥给你的，给你的啊！你就做吉祥物，我跟你说，光是跟你别搞。好，这样子，我们先请今天来的三个朋友哈。哎，我想问一下陈哥、千元哥还有韩寒导演，哎，你们是听说是可以虐超哥才来的，是不是？就听说可以在现场玩弄他才可以的。在现场打完超哥呢，这个只是一个说法，但其实真实的原因呢，是因为这部戏其实是开在《乘风破浪》之前的，但是我们其实上个春节就已经上映了，但这个戏其实迟迟到今天才上映，我知道其中是经历了太多的不容易，无论是这样的题材或者很多后期的这个准备工作，才能呈现出现在这么精彩的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就冲着这个戏的这么不容易，无论在哪里都要赶过来，也是，主要是这样。是的，因为韩寒导演今天呢，本来是没有办法赶来现场的，然后他是刚刚才到，就直接被拽上台了，所以没有看电影，对吧？我看了，我开的比较快嘛，所以我其实是看了，对，看了一半，但很遗憾，电影错过前面的一半了。我打算在这个21号的零点场的时候，我再去看前面的一半。好，哇，你就不能看一个整个的吗？拼凑一下，一下。那我简单问一下啊，虽然只看到了后面的半截这个影片的剧情，能感受到这个电影的氛围和气场吗？帮我们点评一下好不好？其实因为这个包括这个原著啊一些是我都是略有了解的，所以基本上啊这个哎睡着了吗？缺氧。你能聊。对，所以呢基本上我也大致知道前面的一些剧情，看到后面的时候是真的是蛮感动的，尤其是看到这个超我们就不说了，就一直以来他的演技都大家广为认可，但是我就没有想到真的是觉得明天这么像变态。真的假？我旁边我不停的跟赵龙，今天没想到演变态这么变态。对，所以这个所有的人演的都非常的好，然后这个戏也特别的扣人心。有吗？没变。我觉得我会在22号的时候在包场，请家人和朋友再去看。好，我觉得也可以提前恭喜这部电影，因为预售的成绩也非常好。好，提前恭喜导演。你们是要剪刀吗？不，等一下，超哥，剪开你是要有仪式感的哈，等一下，我们专门有仪式啊。来，我们先给陈哥讲一下，陈哥和千元哥是一早就来坐进电影院，然后来看的哈，看完之后什么感受？我呀，其实今天真的不是奔着虐待超来，对，因为我跟在座的这个台上的每一位都是好朋友，就跟他们说。没有。那个开个玩笑，其实真的，因为从老徐当时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天天看书，每天看什么犯罪心理学呀、什么麻烦。我说你要干嘛呀？我说你现在在研究什么呀？他说我准备弄一个电影，我要做一件大事。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他停下手里所有工作，然后准备做这一件事。看了我就无数的书，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说你这个研究到什么程度？再说邓超呢，那会儿就跟我聊，他说他为了这么一个角色要去探究一个警察真正的心理，去体验生活。他们真正的根据，这能说可以是吧？反正就是跟着真的警察去执行任务，然后真的警察问，哎，你干嘛的？你是就都派给他轰出去了，但他就给真的跟着去体验生活，然后去感受真实的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抓捕啊，包括每一样的细节当中、过程当中呈现，去找到演员的那个心理的那个感觉。但至于小川这个变态，我就不知道了。变态也有体验生活是吧？他就是啊，就是是吗？哦，邓超说的吗？玩鬼怪我都不知道。要不然他就给超哥拿下来吧。你现在场面，我不，好，所以你。
然后呢，还有就是真的，我觉得每一个电影上映，从拍摄到上映到整个完整的一个过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去支持老徐，支持邓超，支持我们台上的每一位演员。然后，并且呢，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事情，看这个戏，我说你这个最后的那个手指头是排出来的呀，还是摘出来的呢？这是个秘密吗？待会儿，你现在又回答了超哥。那个非常非常的祝贺这个电影，因为一直在下面看着，我手心出汗，觉得很紧张，扣人心弦。就像安安导演说的，确实非常非常的，也能看出每一位的用心，安导演的用心，里面有紧张，有惊喜，还有很多笑声。看现场，我大概算了一下，得有将近20次左右的笑声，对吧？我们今天是他们，改天是我。谢谢伟哥。我觉得千元哥一拿话筒，我就特想有个画面。你知道千元哥演那个华子，胆战心惊，刚好又绑在这儿。你要是走进超哥，我不知道超哥心里你有没有压迫感。你过来拿眼神威胁一下，他怕不怕？哇，华子的新猎物。今天呢是跟晨儿呢，从那个苏州啊赶回来，本来是昨天呢。想去北京啊，结果呢就是临时安排戏，就被我飞过去啊，看的我是胆战心惊啊，很开心，然后能跟超啊还有季周老师今天见面啊，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啊，跟诗诗也合作过，今天我们在那个台湾也见过啊，希望这个戏呢能大卖。就像晨儿说的，每部戏有每部戏的运气，希望这部戏运气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好的，好开心对吧，超哥？大家评价都很高。对，就俗话说，这个不破不立，不衰不火。所以接下来的环节，接下来的环节该干嘛了？你看群众的意见。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流行词了？群众的意见。还三天，邓摔摔，这个是超哥的心外。还有垫子，还有垫子啊！是这样的，我是说还要用垫子啊！要用这个现在为了宣传太凶残，真的太凶残，完全是。超哥是这样的，不择手段。你有两种，你有两种被摔啊，知道？一种呢是解开你被摔，一种是绑着你被摔。解不解得开你呢？给台上的人投票，过半数我们就解开你摔啊！什么躺着摔，绑着摔，绑着摔？你老好，我帮你传达一下。这我们还是得给超哥一点机会嘛，对吧？我们台上人投票，台上几个那个1、2、3、4、5、6、7、8刚好过半数的话，就是如果是五个。同意超哥解散，我觉得就听大家的了，真的。全场啊，全场！赶紧把我摔晕了，摔晕了就痛快了，真的。赶紧的，还搞来搞，还投票呢？不，就投票。我们现场就是3、2、1一起举手哈，不得毁票的。我们舍不得。嗯。就你要解开是吗？不是，身后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们吗？是。为什么离我那么远？咱直接投票吧，陈哥，看看投票结果。我舍不得。交给民众，我们赎过来。我交给民众，超哥就完了，你知道吗？记住，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光。记住这一点。现在请开始投票。潘导演，你这个时候挺积极的啊。真的。哎，我不就拍了你一张刚起床的照片吗？潘导演，你至于吗？而且这个垫子薄的比羽绒服还薄。我们现场，我同意，全场投票，绑摔，快来，痛快的，别绑摔了啊！好，我们全场投票吧，好不好？投票，就是觉得超哥可以解开摔的，举手我看一下。我的天哪，我不如为的。这个，我跟你说，你
你们说了不作数，你们投这么票少，有一个人一定会心疼，就是娘娘。你们刚才说什么？让我踢你？让你摔他？让我摔他？这样，这样，我提一个。哎，既然我们都是照亮这个城市的光，我觉得如果坐在这儿的是诗诗，你们会觉得有没有意思？是不是更有意思一点？那个画面，或者是导演，不是，或者是文琪，谁摔得动导演？你告诉我，不是，肯定诗诗坐在姑娘一把，哎呀，那叫一个。超哥，你别挣扎了，不会有人替代你的位置的。或者方林。不，我怎么摔都行，你快一点，就是、快一点。我就听台下给我一个信号哈，我问一下，我问一下，娘娘，我们可以摔吗？不是你们，真的娘娘。啊，在吗？娘娘，我们可以摔吗？他不在，他不在，在吗？在吗？在。你在啊？我就问一句，他江真的，他现在不在。谁是娘娘？我。好，既然这么多娘娘都同意摔，那就开始了。摔，真的，听我，这个要加快，流程要加快，方便。来，真的。这个怎么解呀？我们是拿剪刀还是怎么着？谁来解呗？这个解，你先放到我的手上。不是，是这样，我觉得有点危险，丢人。我自己解开。好。剪刀这个太可怕了。真的，真的。现在是密室逃脱呀！怎么又开始拿剪刀？剪刀是非常危险，吓死我了！怎么带进来的这种东西？好，你是刚才自己把自己绑上的是吧？我们来开始摔的环节哈，不摔不补，咱们怎么个摔法？这样吧，晨哥、千元哥，然后小天还有导演，一人一只脚吧。哦，不对不对不对，他有四个脚。我说错了，就是四个人一起来摔。四个人摔吗？对，四个人摔。怎么摔？对。抱起来。好，然后导演可以选择一个最后玩弄你的方式，好不好？啊。反正没事，就把我当吉祥物一样的玩耍一下，没关系。想怎么摔，我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姿态。我觉得要还要摔吗？啊？要摔。摔吗？来。超哥今天不摔不痛快。对，我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次元了。好，来晨哥先上手吧，作为最好的朋友。哎，你们越推越摔呢，是不是？要不要试一下？其实真的，我好想看诗诗被绑在椅子，椅子现在还在，不行吗？你们说不行有什么用？你们又在台上。我跟你讲，这在下面都是城市之光，人家在投票。对，来摔投票摔你啊！来，那个晨哥，你拿左胳膊啊！哦，元哥，你拿右胳膊。从来没觉得方丽你这么开心过。然后小天抬左脚，左胳膊右胳膊。然后导演抬右脚，我先躺下来，是这意思吗？你这样，你在这个位置躺下，看能给你弄过去啊！哎呀！来，你把垫子拿走。对，我就是这么想，就是这么想。哎，真的，来，兄弟这么多年，师哥，来，我来拿着麦克。城市之光得光着摔是吧？让他脱一遍吧。啊？城市之光光着摔。那个高兴，走，来，有没有碰瓷的胆子没字吗？
啊，不是不要走到那个地方，没有到定点的地方。哎、我们要像那个小时候摔同学，往哪儿摔、啊？走过了。哎，不是，闹弄。好，就是，再见。好，来，我们有那种小孩玩游戏，可以腰两下啊！啊，哎，一晃两下，一，什么叫腰两下？一，二，三，好，最后让韩寒导演轻轻的坐在你的树子上。哇！你要干嘛？主要是舍不得我们以前一直合作过的这个演员，就是每次看他摔，而且尤其是被女警摔，看流传颇广的一张照片是被女警摔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在他教官圈一直建议大家绑在椅子上摔，就这么一推就可以了。那个很痛。对啊，但是因为我们摔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那个女警摔的好看，你没看到那。我不会啊，我就觉得摔的没有那个女孩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不可以试一下，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特喜欢那个女警摔的话，让超哥配合一下。摔还是摔？你就摔，你把衣服还给我就可以了。好，吓死我，现在已经是摔懵了，摔懵了。好，不摔了是吧？陈导演放过你一个啊。错。OK， 今天呢，这个不摔不火，就好朋友一起来完成的，就说明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感谢超哥。能够给我们宣传助一把力，超哥感觉怎么样现在？你把石头压着呢。这样也不会重，好，来，超哥，今天这个算是正式的亮相了，好不好？然后回到包布的身份，再给大家问个好，好吗？大家好，我是包布。回来了，回来了。谢谢你们怎么那么远？谢谢真的，所有的影迷会都挤到最前面，看人家的位置，再看看你们的，真的逊爆了，真的。你们这样支持我，我能有信心吗？我爱你们，超哥，这个站一点，对我们刚刚三位好朋友都讲完了。虽然说你是被绑着的，但是你肯定听清了他们在讲什么，有什么话想跟这些朋友们说的，哎，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我觉得都是好兄弟，真的完全，就他们这种假装的溢美之词，我已经都想到了。嗯，非常感动，这是一个真的飞驰而来的，虽然你的技术很好，但是确定没有伪装，因为你现在面对是方木。我一时语塞，也如果说没有，就显得来一路来的很没有诚意；如果说有的话，要小心，也很不好意思啊，真的开车很多文章。但是真的是我刚才看到片子里面很多的那种情景，然后也想到，就他其实是在让我们这个片子之前做了很多时间的这个体验，才能把警察的身份演得这么的真的。我看到，因为我是最几乎最了解他们这个。片子准备过程的人，因为我们一直在那里，就说，哎，这个片子什么时候能够把放人放到我们组里来？但是真的是我一路看到很多很多的资料，做了很多的准备，而他也一直在跟我说拍摄当中的故事，我真的很感动。看到片子，尤其是片子结尾的时候，其实当时娘娘是坐在我身边的，我是跟娘娘在旁边一起看，在旁边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她就是真的一直在。我感觉是在抽泣，哦，真的。后来我发现其实可能感冒。他看我的片都，他对我都不感冒，对。所以也很感谢《乘风破浪》让我从这样的一个心情下，嗯，然后《乘风破浪》就非常的快乐。还是这两位啊，谢谢千源哥，谢谢陈哥。真的没想到，太客气了。专门从剧组挪时间赶来支持我，对，哦。不谢，太厚了。然后我们来看刘诗诗了。钱儿哥，那钱儿，反正钱儿，对，就像昨天吴京假装发的那个，其实也去看诗诗。你是反正肯定是来，我是看诗诗的，我是看徐导演。
到底有没有人为你？哎，我觉得挺好的。谢谢谢谢，我们谢谢三位今天来的朋友，谢谢韩寒导演、屈原哥、晨哥，我们掌声谢谢他们哈，上台给我们帮我们这个电影抬了一把火焰，谢谢三位，谢谢。我们就请三位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啊，掌声，谢谢各位。虽然也有一个是为超哥来的，但是他们，但我还是非常礼貌的送走了我们的朋友。对，我是很有风度的。对，但是他们都都来玩了，对，就很开心。因为电影呢，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呀，是12月22号，恰逢圣诞节、平安夜，所以今天超哥，咱们玩一个你平时特别喜欢的游戏，就是送礼物。哎，你在哪一趴能把我去掉吗？不行。你对着诗诗说这些，或者这个导演，或者这个文琪可以吗？不是，因为是这样子，送礼物这个环节，咱们是一个循环送。哦。对，因为我们也建议大家哈，大家在我们电影上映的时候，也可以买电影票当圣诞节礼物送给好朋友一起来看电影。但是我们今天现场送的这个礼物呢，跟电影特别有关系。我们首先呢，要请我看看哈，我们首先上的这个道具是什么？对，都拿上来是吧？哦，这个是我们挨个送的礼物，超哥最后吧，超哥最后啊，对对，超哥最后，嗯，礼物怎么能没看到呢？我们首先请小天送给超哥礼物啊，小天送给我先，对，小天我送给李天吧，那我先别拿了，我准备好了，对，好，来都拿上哈，好，送给我什么？我送这个礼物，我本来是想说，哎，我离你远点，真的，行，好变态。我本来是想说，就邓超啊，拍戏这么拼命，然后、哎、你好好说，聊了我今天把今天的那个事情，我真的说给这个公司的。你先说完。我是想说，邓超拍戏这么拼命，然后难得遇到这样的对手，然后很担心他的身体。然后大家也都上了点年纪了，本来是想说准备一些膏药，让你能够平平安安的一直等到我们下一回见面，但今天我想这理由不成立，因为今天看到你在圈那些人员，我还是把膏药送给你，免得你这一路城市光路也走下来，到时候没命做完，这是送你的礼物，真的还是好兄弟啊，这算是祝福吧、啊、我跟你说，我拿出去特别温暖，而且是他送给我，而且是狗皮膏药。因为你知道，在拍戏的时候，我跟他啊，文戏先不说了，我们拍赵导演拍武戏的时候，武戏打戏的时候，对对对，我们很多武行兄弟们都受伤了，三个是缝针的吧？对，就你们那场肉搏戏在地下室。对，其实我们最后只剩一点导演，是吧？减掉了，按现在这个吧。一半掉了一半多吧，应该是，因为我们打了将近，他们那场就拍了一个礼拜7天的打野戏，准备了一个月，对，一个礼拜。哎，你们打到最后，我想这种残酷的肉搏戏打到最后是会爱上对方，还是会恨死对方？就你们最后的情感是什么？爱是浓，爱是好变态，爱是浓。正在死的风声，这首歌在我心里很久了。什么？小天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亲一个，因为昨天的说亲一个真的很闷暖，但是昨天郭京飞亲，我因为亲完我之后我恶心到现在。换小天会不会那张油腻的大脸？能换小天这么帅的亲会不会找我回来？绝对会的，好吧。然后是这样，我再接着刚才说，因为小张拍戏是，我知道亲不重要，在一起比较重要，就这样。没办法。对，我是看不了，你没看过人亲嘴吗？你就不让我夸，真是的。你们看到那戏里面我打斗戏的时候，那个扳手啊，他打完我说那扳手啊变成这样，所以你知道他出手多狠吗？对我，
然后打完每次一个动作打完之后，我都会，我可能真的得罪这个人，我是坚定的认为得罪这个人，没有开玩笑，就是说他已经在拍戏之前，导演，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的眼神已经是姜亚的那个眼神，已经就像导演研究书籍一样，研究了无数无数的变态的方式。我绝对不相信，包括我第一次我跟诗诗，然后挨了去吃火锅，然后给他打电话，昨天要不要一起吃火锅？我就说嘛，还算了吧，我怕我喜欢上你。是人。我说，那好吧，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你，但就对。其实他是想一直保持这样的距离，所以就是我跟诗诗跟艾磊，然后文琪我们老师一博，他就一个人搬个椅子，永远在一个什么类似于音箱那样的位置，然后不想见到任何人。其实我特别特别，我作为我们一块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在这个电影当中，我很感谢他给我带来的一切，不管是戏里还是戏外。然后我们两个真的是远远的。其实我们总会有那样的感觉，就是远远的点点头就 OK， 就是那样的一个默契。我感谢他，奉献他这么好的表演，然后让我可以感受到更好的表演的一个力道。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碰到这个对手，很爽。我很爽，不是很爽，是充满了敬意。真的，这个拥抱太多的回忆在里面了哈。而且小天送这个礼物特别有心。超哥的确是到了需要贴膏药的年纪。好，来我们下一个礼物哈，下一个是小天要说礼物，小天要说礼物，是文琪要送给小天。文琪来。文琪后面笑了。好，来文琪来解释一下送给小天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手指起来，因为在戏里。手指饼干啊。对，在戏里这是我刚刚处理过，对，咬掉的那根手指，然后我作为女儿，你谁女儿啊？我谁媳妇儿？媳妇儿。我为什么对她那么好？我在心里这样对你，你还送饼干给她？我这有手指头可以牵的女孩了。对啊，听到我的，文琪，你过来。等一下哈，为什么你到我身边那么怯生生的？到底谁是变态？对呀、啊，因为我刚才把唇膏涂在他的牙齿上，然后我还有点对不起。没事的，我经常把口红涂在我自己的。哎，你看他，你离他远一点，对不对？文琪，你今天这个穿的真的好可爱。超哥，你再说下去真的有点变态了。你们不是什么人，你不要老慎言 OK， 我知道，佛系。我们这个饼干这样子，既然打开，让我跟小天看一下好不好？小天看一下这个饼干，对，咬一口吧。还咬啊？自己咬自己手指的感觉是什么？哎，你在里面愤慨吗？恨吗？但刚才你怎么那么温柔的对他们？没有。哎呦，这个给指甲，我觉得给超咬啊！不，这我自然咬自己，怪怪的。他喂过去，你们俩的，他送给你的礼物，你俩可以先。哎，他们俩，就他那个，哎，这样咬一下。文琪少了，真的是。让诗诗，能不能让文琪保持纯真？那个，对不起，对不起。保持少年。文琪，我们要恭喜啊！就是恭喜文琪。成为啥？哎，就不往下接了。不是，因为人家拍到了，你恭喜文琪获得金马女配角。对呀、啊。对，所以那个。傲人的，真的，所以这是你应得的，真的。这个手指太硬了。啊，我夸错时机了是吧？是哦，对不起。你待会儿再找个时机。请，不好意思。对，我们先让他们拍照好不好？这是一个，这个是特别的圣诞礼物。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对，这个。两位，这边
对，初看还以为做手势。来，两位这边，两位这边，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我们接下来哈要下一个礼物了。这个礼物这么鬼魅，让小天自己处理好。下一个礼物呢是导演要送给文琪礼物，来。失掉了。来，导演来，我们拿给您话筒。您送这个礼物是？这个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不管做不做得完，都不要对老师下手，老师很不容易。好吧，这个。将来考中去或者考北站不用了。我努力。导演也来拍张照片啊！来，导演拍，先拍张。我们俩导演有点不太好意思说。来，老师。对，导演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因为文琪呢其实是初中马上升高中了，然后拍戏的时候正是其实他学习很繁忙的时候，所以导演也有特别多话想要跟演员讲。我们来请导演来讲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又往后贴的那么远，来，时间有限，那没事，导演没事，导演看，就这样吧，不可以就这样，导演，你看你这穿破不破穿，这个真的。其实我想说，到今天首映结束之后，这个陪伴了我五年的电影。叫我猜的命运是交给观众，或者说是交给上帝。现在心里有很多不舍，但是其实也终于松了口气，因为他终于飞离我而去了。其实这几年非常非常纠结。感谢姜老板没上来，但是我感谢姜老板帮我完成一个电影梦想。希望未来的成绩可以让姜老板满意。下次没电了。谢谢。那你们坐到。谢谢导演，谢谢导演，导演也很累。太帅了。对。今天肯定也破费，这样写好心啊。都太好看了，别拉。太帅了，而且上面还有是耳环在。每个鞋上有一枚耳环。导演，这个项目整整做了6年时间，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哈。然后马上要。这个马上要见成绩单了，所以他激动是很正常的。他每天嘴巴都是泡，每天的这个上火，所以我特别想待会儿送导演一个就是膏药，对，一个膏药。所以我那个你送我那个膏药可以贴嘴吗？封嘴可以，因为每天都在上。OK。好，导演送给文琪的是满满的关爱啊！文琪好好学习，一边好好学习一边好好拍戏。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导演收礼物了哈。导演的礼物呢是诗诗送的。终于诗诗可以，诗诗你今天笑得脸不痛吗？诗诗来讲一下。诗诗一直在笑，就一直其实拿一跳绳就跳大绳。导演在我们拍戏的时候说要减肥，然后你为什么笑了？然后到现在还没瘦。然后所以我就送导演一个跳绳，随意。我觉得等一下啊，还是现场要跳呀。我也这么觉得，对不对？要不然让诗诗。而且我们一定要看这个绳子能不能装下最多的人。这个爸爸说这个好笑吗？你。跳了三个，对，大家有拍到吗？没拍到，真的。导演，导演，你会坚持用这个跳绳，对不对？一天跳1000。一天跳1000。好的，好的，那越跳票房越跳越高，好不好？好，这个是诗诗的心意哈。那谁送诗诗礼物呢？就是超哥了啊。超哥，你的礼物在后面。吓我一跳，你干嘛的？你不是那个男的，是他怀里男的弄一风衣，要叠吗？要叠吗？你过来的时候稍微告诉我一下好吗？虽然我这晚发布回去睡不睡觉真是。
来，是真旭超哥那儿吧？你要接受这个礼物。我来，对对对对。你不管怎么样都得表。你笑了一晚上了，我让你再开心一点。什么鬼？超哥是巨资买的。可不啊，超哥。淮海路秋裤一条。我以后再也不用脱外套了。这个花色好时髦啊，超哥，这是你最喜欢的风骚。这个你可不知道，这是今年英国最流行 T 台穿过的。来，诗诗，你先牵着这个秋裤的另一角拍照。这个真的，然后来两位这边。四爷也别问，我们家买得起这个。真的有种很怪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诗诗，你等一下，你刚买了，真假的？诗诗，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礼物你会喜欢吗？就是这是超哥最喜欢的颜色，他内心的颜色就是这种紫色，风骚紫，骚紫。这个东西非常的实用，是吧？你真的会穿吗？而且其实你看它的构造。它这个灰色就是三个灰色的呼应，你是我精心挑选的，不是，是有结构，不是那么轻易。而且超哥里面，我跟你说，翻里面看还是明黄色，里面非常体贴的这种在冬天里的一把暖暖的壶，就而且是明黄色的夹克。这个位置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可以塞私房钱，这是超哥经常用的那一款。对，哎，这个绒质啊，看，这样膝盖上看到吗？可以的，超哥。在你开，就是有时候骑自行车出去的时候，对于你这个膝盖的防护，诗诗啊，经常有时候穿一些裙子啊什么的，秋衣还要不要？可以的，超哥。好，谢谢超哥的礼物，诗诗收下了哈，诗诗收下了，诗诗好险，这样子。小天也想要一条。哎，你穿成这样叠秋裤也真的是。想要一套。小天想要一条。小天，诗诗的秋裤刚好跟我里面颜色一样。怎么这么巧？而且一定要把，我跟你说，一定要把袜子把这个包上。但你留一点灰色在外面，留一点点，要不然全包这个设计感就差很多。这两天诗诗的团队肯定会骂死我，真的。那么好看的裙子，包括那个品牌，都会，要不就把衣服给盖上。要不就拿着秋裤，对不起，试试。不会，上次最感谢你。你要不，那你现在冷吗？试试，你收了这条秋裤，下次还想跟超哥合作吗？就这样一个人。我跟你说，肯定是他老公穿的。回家穿，怎么我穿就可以啊？好了，我们这个礼物哈都已经送完了，就我们就是其实都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的，无论是台上的台下的，大家都把对自己合作的这个情谊放在这个小小礼物当中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剧组送给所有观众的圣诞节礼物就是我们这部电影，对不对，超哥？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把这部电影的另外还有两位咱们的幕后老板请到台上来，也有咱们一直导演在感谢的，就是我们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的姜志强姜老板，也请到台上来，还有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任仲伦先生，我们一起请到台上来。对，任总，姜老板啊，姜老板帅，是，姜老板也没有秋裤的，超哥他也想要一条。超哥，我先把链接发出来吧。哎，链接。超哥待会儿会回头写个攻略，在淮海路哪里买的，好吧，好，好，来，我姜老板上来了，垫子还不拿上来吗？我们往前站一步走哈，各位往前站一步 ，OK， 就在这个位置，靠拢一点，哦，靠拢一点，靠拢一点，靠拢一点哈，这样子，姜老板和任先生都到台上来，我们分别来跟大家聊两句，姜老板。首先，欢迎刚过来这个电影的。剧组来上课六年了，这个六年上的今天导演说了，我以后就把这个电影交给观众。这个希望电影方面更感谢你今天过来，支持我们。
我说了很多，我特别要感谢所有演员，真的，这个电影我从来没见过的演员付出这么多，他们的努力，大家今天晚上看看他们的演技，没有他们的演技，没有今天的电影，真的，我非常再次感谢，感谢导演的六年以来从来没放弃过，拍出这么好的电影，还有今天这个电影能够跟观众见面。有很大部分都是认主帮忙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认主来旁边支持我，这个电影也没办法拍出来，所以谢谢，也谢谢张老板对我们的坚持。林总，我今天在旁边看大家都很开心，实际上我跟大家一样也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因为我们终于有了一部很好的电影。刚那个姜老板说了，这部影片不仅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商业价值背后是有很强的创作能力作为支撑，这才是我们当前电影需要的优秀电影。我也相信啊，这部影片将是这个冬天当中最火最火的一部电影，我们期待看它火红的票房记录。刚刚江先生说感谢我，实际上我一直很感谢江先生。十几年了，我把江先生作为我在制片方面的一个导师，我们有过很好的合作，我们也期待与我们这么好的导演、那么好的演员，还有那么好的制片人再次合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那个各位都到台上来了，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上海首映礼，上海的观众是我们特别特别在乎的观众，而且呢今天在现场有不仅有媒体，还有真正的我们普普通通的城市之光，他们的各个职业，有警察，然后有保洁阿姨，然后包括超哥上一次在上海东方明珠骑车点亮的时候，上次东方明珠，对，有几个那个当时和超哥一起骑自行车点亮东方明珠的阿姨也到现场来了，我们举手跟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在哪里？有三位哈来到现场，在哪里？挥手试一下。那边我们的保洁阿姨啊，那天跟超哥一起来采亮东方明珠的。这是我们真正各行各业的城市之光啊，不仅是有，不是，这应该是保洁姐姐。对，为什么叫张阿姨太远了？她既然是姐姐，就跑两步。好，我们要拿到话筒了哈。哎，那干脆就上来，一起到台上来吧。作为代表来替我们的观众来发一下言，因为上一次只是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一次来现场看电影了。上次你是在左侧那个位置。是的，你好，是，谢谢。好的，好的，哎呦，没事，不紧张哈，不紧张。因为作为观众代表，特别想问一下，刚刚看完电影之后，因为上一次参加活动嘛，还对电影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今天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就是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就是说，要是说看它的一个特色，我觉得是说给我这个就是说这个感情上和心理上有一定的震撼。为什么？我就感觉。就是人在犯罪的时候都其实都是有一个原罪，就是像这里面的那个主人公江亚，其实他是小时候情感上受到了很多触动之后会有这一个反弹，这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效应，就是叫蝴蝶效应。这个蝴蝶效应就是说你可能小时候因为一些小的身边人对你的一些小的影响，但在未来这个反弹会放大。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特别是一个陆家嘴社区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志愿者，我觉得我在身边人要从善，就是说你的一个善行也可能会影响身边所有的人，然后把这个善行给放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要从小事做起啊，做一个善良的人，你可能会影响这个整个一个社会。好，谢谢大家。好，谢谢，说得太好，说得太好了。觉得我们所有演员表现得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看完了之后，我觉得一直沉浸在这个情感当中，特别是当初那个就是超哥在和亚凡看到亚凡那个尸体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表演一开始他没有痛哭，然后后来是继而放声痛哭。我觉得人在悲痛到了极点的时候，一开始是其实他感情会比较反应会比较木讷一点，他之后的情绪才会逐步的给蔓延开来。我觉得这段表演让我觉得
非常的震撼。对的，我能看到他们俩之间的一个深深的感情。而且雅凡作为一个就是跟你看你的右边，对，来自演员深深的鞠躬。跟方木是没有血缘感情的，然后方木辛辛苦苦把他照顾大，然后产生这么浓烈的感情，然后我觉得这段情谊非常的真切。对，我觉得现在社会当中，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对，学习活在每一个人。对，我也很自豪，就是说也是以超哥这样为榜样。我觉得大家只要多多帮助别人，我觉得社会永远都是充满了光芒。谢谢谢谢，在每个人的岗位上都能发光。对，谢谢谢谢，我们也感谢我们这位观众代表哈，这位志愿者代表，谢谢你，谢谢你，稍微休息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今天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请大家一一都发言，但是刚刚我们听到了特别好的电影的感受，给大家带来的触动，大家呢可以把它写到微博上，或者是豆瓣，或者是猫眼，如果写到微博上，记得帮我们加上电影的话题，多多的宣传，好不好？拜托上海的各位观众了，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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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帮我们动动手指，把你们的感受发出去，好吗？谢谢支持。好的，然后呢，我们有工作人员帮我们把今天给大家的礼物拿到台上来，来，有特别送给大家的圣诞节的礼物，请我们的每一位，包括老板，都每个人拿一个，对，就是我那个链接给大家的话，这个小天拿的里面就是平安夜要吃的苹果，然后有圣诞老人。对，哇，这么多！好，那个兜子，要不然给超哥。对啊，这还拿走啊？都拿几个都拿出来吧，全给大家发了。还有围巾啊，毛裤啊，圣诞灯啊，对，对啊、非常多。刘诗诗啊。嗯。OK， 是什么？眼镜片啊。还是想丑？都拿走，拿走，都拿走。小天还多买了一些膏药给大家，要拿着吗？小天，好，都发给大家。小天，膏药不是只是我的吗？都给你，都给你。我们先拿着礼物去拍张照片，好，这张照片也是恭祝大家，刚好是在一个特别美好的圣诞节的档期来看我们这个电影，也刚好是进入到了今年年尾最有节日气氛的一段时光，希望大家呢把我们这部电影当作今年最好的礼物去感受它。有一个红衣后的男粉丝的声音，这样，我们这样，我们先从左边，好不好？好好 ，OK。左边的朋友，谁要？来，请看左边。来，看一下这边。中间，真的。好。右边。右边。好的，来，我们正式发礼物了。好扔的是吧？对，发给大家。好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了。来。对，我们尽量把重的扔到后面。哎，无畏之城，我就说你们能拿到，那真的厉害，怎么可能飞得到那里？只可能是飞机啊。我们注意安全哈。苹果不行，苹果会把人砸死。苹果重的，我就送给前面的美女朋友，美女朋友可以拿一些。对，来，美女朋友，辛苦辛苦，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 OK， 注意安全，真的好圣诞，诗诗那边肯定也是拿不到的，哈哈哈哈，无畏之城圣诞快乐，这个也扔不动，快乐。好，大家都拿到礼物的话呢，是没有不可能的，后面的就比个心。发给我们看好吧。今天呢，我们的上海首映式到这里告一段了，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谢谢各位，然后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坐下，我们城市志工。
光的大 logo 拍在台上了，我们请来做一张上海首映礼的合影，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我觉得摔毯子之后方圆并不好。好，来，我们还要同时有请万有引力董事长总经理何玉明女士，有请何总，我们一起来到台上合影。不拍得那么高啊。我靠，这怎么拍啊，那么高啊，往后面一点，那个往后面一点，太近了，太近了。我们的上映日期是哪一天？不够大声是哪一天？好，所以过圣诞节我们要干什么？好的，约好了哈，圣诞节大家不见不散。再往后退，再往后退，进不来。小心，多往后退，小心。来，人站前面了。好的，人站前面吧。是太宽了是吧？是吧 ？OK， 放心好，一定会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太高了，你的量重吗，家人们？来，我们各位，这个视频太宽了，太高了，坐着，我们坐一排吧，要不然坐一排，坐一排。坐着吧，要吗？哎 ，OK， 来，任总和江老板先落座，还有何小姐。张主播没结束吗 ？OK。你结束一下。急吗？还得往那边。好的，来。这个怎么大家？哎，这个我就想点亮的时候会被出现吗？好，这个我们这个会亮吗？可以亮是不是？我不能亮，超哥，它并不能亮。对，要靠你点亮，要靠我们的票房点亮。OK。来中间。好，我们看一下前方。来这边，这边。来看一下左边，来这边，这边，我怎么觉得好僵啊？要帅气哈！来中间看一下，来看一下中间，中间，来差不多这边，来我们都来。哎，对，这样的，超哥手没地儿放，你要在一起。对，我本来想。勾肩搭背，后来，哎、后来不好。来，我们看前方。中间。再来一组啊。来，好，左边。12222。嗯。这边。右边。好，右边。OK。谢谢大家，谢谢上海的朋友。然后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心理罪之城市之光》12月22日上映，现在呢微博可以发起来了。那我们在映后呢，会在微博上看大家观影的影评。然后我们一会儿微博见，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请各位可以到这边来休息了，谢谢。赶紧走。还有解码吗？有。在外面，秘密约的群访，他们假都收了，还有群访吗？有群访吗？还有群访啊？没有群访，这么久还假群访？没有了，很难。